Hello，各位朋友好。那今天我再示范一个那个喷了透明漆之后，表面有那个小颗粒的抛光，好，整个抛光给各位朋友看一下。好，刚前面这边有稍微抛光过了，那这边还没有。好，那就是先准备这个。绿色海绵砂，3M 的海绵砂，在这个表面有颗粒的地方，稍微的把那个有颗粒的地方磨平。它如果说力道不足的话，绿色力道不足的话，再用这个 MAD 1500番的，轻轻的再磨一下，就是把整个颗粒把它磨平。哦，我这一次用的是那个精油是 2K 的，有添加硬化剂型的那个精油。那干燥时间是我昨天喷，下午喷，然后今天完全干燥后，干燥后再做那个研磨跟抛光。要确认整个都磨平了之后，再做抛光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好，差不多，再做，稍微检查一下。哦，磨完之后呢，我就用粗木。
哦，我是用这个手指做抛光。再来用的是细木，然后呢，再用 MAD 的三种抛光研磨器下去做抛光。先用这个粗木的，其实初木就已经感觉就已经蛮亮了，那再来就用中木，中木
一步一步慢慢抛。好均匀，好均匀的这样慢慢抛。再来就是细木，好，再来就是剩最后一道亮光了。
好，这样完成，感谢各位啦。